在大多数人的眼中，减肥瘦身一直以来貌似都是女生的事情，身材高挑纤细，颜值也跟着往上升，人们对于男士的身材还是比较宽松的。但是最近时尚圈内的男明星却屡屡因为瘦身而上热搜，而这次是陈志朋，因为瘦身10公斤而荣登热搜榜 TOP。 起因是陈志朋晒出了两张瘦身前后的对比照，自称瘦了10公斤，引起网友热议。可以看出，左边的图片是瘦身之前，卡其色的灯芯绒外套加印花衬衫加高领针织衫叠穿，不仅身材看起来略显发福，穿搭也少了几分清爽气息，用网友的话说是油腻了。而右边瘦身10公斤之后，尖下巴出来了，也瘦出了瓜子脸，整个人也变得清爽了许多，颇有当年乖乖虎的味道了。陈志朋减肥10公斤瘦上热搜，终于抛弃油腻，帅回当年乖乖虎。喜欢就订阅呗，